用电鳗电电鳗，电鳗会被电鳗的电电麻吗？用毒蛇毒毒蛇，毒蛇会被毒蛇的毒毒死吗？用粉碎机粉碎粉碎机，粉碎机会被粉碎机粉碎吗？用充电宝给充电宝充电，充电宝的电会被充电宝充满吗？孕妇和孕妇打架算不算群殴呢？如果我一拳把我自己打晕，那我是太强壮了还是太脆弱了呢？我们吃家禽，家禽又吃饲料，那么为什么我们不直接吃饲料呢？明明一加零等于一，为什么好多人都说一加零是没有结果的呢？我妈管我叫儿子，管我家狗叫狗儿子，那么我到底是老大还是老二呢？富二代生下来什么都有了，为什么大家不一直生，直到生出来个富二代呢？父母让我早成家，给他们生一个大胖孙子，那我直接给他们当孙子不就好了吗？让大学生付费工作，既能解决就业问题，还能让公司盈利，不是更好吗？为什么未婚先孕的人大多都是女性呢？排队的时候发现自己被陌生人尾随了，可以告他吗？既然快递要三天才到，那为什么不提前三天发货？那岂不是当天就能拿到货了吗？